百格快快报配合沙雪带你来关注12月冷知识。东西马虽然都属于大马，但是其实我们知道，从政经文教上来说，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从政府颁布的一些政策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会有东马定价，还有西马定价。 而马上闪过我脑袋的就是电费啦。那么沙拉越的住家电费是全马最便宜的。另外一个在东马比较便宜的就是路税了，而且是cc越大，价格差距就越大。以1201cc 至1400cc 的私家车来说的话，在西马的路税一年是70令吉，那么在东马则是一年56令吉。而以3001cc 以上的私家车来说的话，在西马的收费一年是2134令吉50仙，在东马则是一年1025令吉35仙。至于为何会有所不同呢 ？JPJ 是表示这是给予东马人的一项优惠，因为东马的地理环境、道路素质以及公交发展普遍上都不如西马完善，因此东马人就被迫购买排气量较大而且车价较高的汽车，所以就给东马人一项优惠啦。但是要提醒的是，根据1987年《陆路交通法令》第24条文，东马的路税是不能够在西马使用的，否则执法单位有权将有关车辆充公或者是扣留，而你还想到哪些东西马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欢迎你留言分享。